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工地门前开了40年的小面馆，就凭这一道爽口大凉菜，让我在北京买了20套的四合院。今天就把祖传配方分享给你。先用热水把粉丝泡开，再准备一颗大白菜切掉根部，厚的地方啊，咱们给它片一下，改刀为粗粗的细丝儿。碗中加入3颗公鸡蛋，加入2勺水淀粉，搅拌均匀。锅加热，放入蛋液摊成蛋饼。这个呀是个技术活，按此视频的手法就能学会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呀，如果你有缘点击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小红心，就是照屏幕戳两下子。阿豪祝您呐，兜里面有钱，身上没病，一年四季呀顺风顺水发大财。咱们给它改刀切为粗粗的细丝儿，所有食材全部放入盆中，加入1勺蒜末、香菜、小米辣、1勺食盐、1勺白糖、1勺味精，再加入1勺辣椒油。来点白醋，放点生抽，用你的右手咱们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感觉有食欲的老铁呀，你就关注我一下，要不然呢你扒拉扒拉呀你就找不到我了。